各位 YouTube 的订阅者，大家好，我是 Lido， 还有我的新订阅者，大家好，我是 Lido， 我回来的。那今天对不起，这几天呢，因为比较忙，那忙着一些工作上面的，还有一些事情哦。然后今天我来 share 一下一篇文章哦。那你知道说这几天艾尔登法环呢，算是非常的火。非常火的当下，那很多人都去玩艾尔登这个。我是蛮想入手的，但是我等那个电脑版更优化之后，我应该会入手。那今天这篇文章呢很有意思，让人家分享给我看。那跟战地的支持呢也有关系，而且是蛮好笑的，真的是蛮好笑的哈。我们先看一下他讲说，他意思就是说艾尔登的法环的评价呢，那有些设计师呢，他有对他的分数给出一些有意见。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说，他这边讲到，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个十分的大作。在育碧担任的这个 UX 设计师的，也曾经担任过《战地二零四》的，还有《星际大战前线》的，就这EA的那个作品。我在推特上针对艾尔登发文开炮，认为说这款游戏明明UX 设计差，我也是凭什么在MC 网站呢拿到97分的高分就是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就很有意思了。他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推特呢包括几推一些 Sony 的一些设计师，然后也曾参与过漫威，然后参与过其他的一些东西，对艾尔登法环的PC 优化的单任务呢进行批评。他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艾尔登法环的 PC 版的优化目前做得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听说他的帧数方面来讲好像只有固定到60张，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因为我目前之前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那下面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地平线这是 MC 网站的这个分数，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MC 网站的话，它是针对所有的游戏的媒体，然后做一个总结。这边的话是游戏的媒体的总结，右边的话是玩家的分数，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玩这个游戏，你也可以有时候你可以洗分洗版，对这个游戏不爽的话可以洗版。所以当然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喜欢看左边这边的分数，右边这边的话大家有些会恶意的去洗版，会造成这个情况。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有些几位电玩设计师参与的作品惹出了不少争议话的，所以说该推文发表之后就立刻让被大家炮轰。OK， 那就是说还有就是《战地2042》的话，目前的就之前提到《战地2042》问题冠绝到最后一战，统统这一段让网友就痛批，对艾尔登法环根本就是见不得人好，眼红而已。那因为这个炮火相当猛烈的，那这个推特这个他就像立刻将删言，然后就像推特账号改为限制批准。OK， 那以上就是大概的这些。那我必须说，你是一个《战地2042》的前《战地2042》的设计师，然后再去批评《艾尔登法环》，我个人觉得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自己看一下2042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还好意思去批评艾尔登法环？没错，艾尔登法环还是有它的缺点在，但是从平均来讲，两个是不同性质，而且你论优化，你问评价，你怎么跟在艾尔登法环比？套一句某个大师讲的，2042连帮艾尔登法环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谁跟我讲的，这个是一针见血。确实一针见血，艾登法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魂系列的那个作品，难度是很高。我都在想说，我要等到优化好一点的时候再下。它的豪华版我并没有去买，因为我是在观察。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对它的评价真的是不是很那个那，但后来现在听说已经越来越进入轨道了，进入轨道，所以这边就是标题就是《战地2042》，《地平线2》游戏设计师开枪，《艾尔登法环》凭什么拿97分？没有凭什么，就是凭实力，人家就很认真的去做，很认真的去做游戏，就是这样的，没有说凭什么，你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你自己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对不起，我这样讲很粗，用台语讲是非常的难听，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越是这样子，会让越多的玩家非常讨厌
这间公司也非常的不屑这一个游戏，就是目前的《战地2.4》者。电脑版的《艾尔登法环》才1790块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可是你们买过《战地2.4》的终极版的玩家们，你们花了多少钱？人家当然会去做比较，玩家不是傻瓜，你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你买出来的价格跟1000不到2000块钱的，而且是我现在是讲电脑版，人家当然会去做比较，不要说我，别人都会做比较。现在的玩家的眼睛是雪亮，你做的好不好，你有没有在做，有没有在认真的在做游戏，有没有诚心去把这个游戏做得好或是不好，或是有没有诚心去改正，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现在的有资讯媒体是非常爆炸的时代，大家要获得这个游戏资讯其实是非常的轻而易举，不像是一二十年前网络不是这么发达封闭的时候。所以说我个人感觉，我个人对这些钱什么的，尤其是你之前又是一根袋子这些东西，你要么就是不要出声，但是你一旦出来的话，你要去炮轰别的游戏，你自己本身已经没有格，你没有不需要说什么。而且你老实说，为什么他们会离开EA跟DICE，离开这《战地2.4》？我相信只有他们最知道原因。然后你再去炮轰别人，说凭什么人家拿什么拿97分？没有凭什么，人家是我没有玩过战，我没有玩过《艾尔登法环》，但是我相信他能够拿那么到那种高分，而且是很多人非常的推崇。我相信是他绝对是有他的原因在，而不是说某个游戏媒体去收钱去打分数。我也不要讲谁哦，这个大我之前的影片大家都有提到的哦，他居然在《战地2.4》居然拿到什么最佳什么什么某某奖，在去年的时候哦，结果呢，去年游戏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说这是某个游戏媒体打出来的分数，《战地2.4》才得奖项。哦，我看的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哦，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予置评。那这个是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必须很客观的看这个游戏，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游戏做的好或坏，其实大家玩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电视为什么会弄到后来？听说现在5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得到。那这对于说当初那些花了这么多钱的你们的人来讲，你们心里会不会不是滋味？当然不是滋味。花了这么多钱，现在人家5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得到了，那你之前订购的不是大家都当傻瓜吗？那是不是被人家真的是啼笑皆非 ？OK， 那等一下应该我还会再放一篇战地2.4的一个好消息，这真的是好消息，我不得不承认，我看了这么多战地系列的文章，我终于看到一篇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呢，我觉得，既然他们觉得想要改，那我觉得说那就是好消息。至于改的怎么样，能不能让大家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OK， 那我们期待下个战地2.4的影片见。前两天就要放了，刚好停电，没有办法，我只能录到一半刚好停电了，那就是我就 delay 了，然后 delay 了，因为来不及上传就停电了。OK， 那感谢新的订阅者，我这两天看一下又有新的订阅者，哦，真的是非常感谢新的订阅者。有任何批评跟指教呢，你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可能也没办法回你，但是我会稍微去看一下。哦，我必须重申一下，我的频道里面不光只是《战地2.4》，还有其他的游戏跟游戏媒体。只是我在想说，我要去看哪一个游戏媒体我比较适合我，可能是恐怖游戏或者其他之类，我已经在考虑了。哦，因为《战地2.4》这只是当做一个休闲来看而已哦。一开始是当笑话，现在只是当休闲。OK，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